56，黄杏桃居士讲述。老和尚叫不跟人结恶缘，什么都好，不好也好。跟老和尚在一起，你跟他讲什么都是好，好好好。老和尚他是很活泼的，不是刻板的。有一次我去澳洲，他看到我们很欢喜。澳洲的房子有楼梯，矮矮的楼梯，老和尚跳很高，跳上去说：“你看可以吗？”老人家好可爱，很活泼，走路也很快，精神饱满。他到每个地方弘法，一举一动都是我们的榜样。不是我一个人，大家都喜欢他。老和尚的身教编辑小组。